我看到鸡。鸡。你看到。对啊，那是鸡啊。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类似的。然后我们今天看到是蓝色的，它是黑色的。对啊，就过去过去有没有？哦，爬上山好厉害啊！它比你还会爬。很容易的，灰熊累，你是一直都很累。星星嘞，猴子嘞，慧慧嘞，大象嘞。你又没背我，是不是跟我们刚吃饱来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还是跟我们之前，我们已经走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跑那么快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想尿尿。你觉得是不是？有可能。你讲这个。摔倒你到我，我坐的还有斜躺没椅子坐，你要不要给他？啊，如果他刚才他变得可以磨，因为他要下去。对。结果他，我来。你老婆多厉害。哎，你在那什么角度？不是，因为他们前面没走，我们前面走很远。把你膝盖。有些人，你有点肥喽。没有老婆说他从十万开始就不要吃糖哦。假装好心。我是去帮你拍照的嘞。啊，剩一百公尺了，快要到了。处女瀑布还比较短嘞，哎，处女瀑布还比较长嘞。满月瀑布我刚看到0.3还是0.4。问题你还要走下去，整个重走。哦。都得是吧？他刚刚如果从刚刚那里过去，只要320公尺。没办法，人家那条路有问题，修路的呢。没办法，还是只有两个出去，比较吸引。是的。加油加油！明天看脚状况，如果没有很好的话，我们那个什么。视频关闭，你们就不要走太远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泡完再去走，一定没走够。不泡完走，就软掉。我也泡完了，还要吃完饭就有。不然视频关闭，他那边也可以贴那个，忘记了吧？啊。好啊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把沿路都被他推得好开心。对啊。反正我戴了帽子，然后口罩正在戴，让你知道我是谁。我可以再拿一个很抠啊的装圆圈，让人家投。嗯。
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那你要敢推啊？我哪有不敢推？推啊！哪有什么不敢推？残障同胞。嗯。我把财化掉写字。到了没啊？到了。应该到了吧？我觉得我下午这边走更会走，走，应该肯定会走，知道知道吗？知道啊，大年没看到走路嘞。真的，而且昨天还下过雨，风更大，今天还更小。哦，真的。嗯。我等你走。小吗？还有彩虹哎！哇，是近看。对啊，所以它也可以搭一个棚子啊，那你可以到一楼去看，有没有？对。这不小，很大啊。哇。嗯。哇，这个还蛮漂亮。对啊。这样会不会想打？不会。可是我觉得满月的话。没有啊，你等下看满月圆，满月圆的那个地方会觉得有遗憾。我们先在一楼这里好不好？好啊。然后再一层一层去照。嗯。哦，有水汽。哦。哎呀，等一下哦，注意一下哦。有拍照。嗯，旁边还有个台阶可以上去，然后可以到一楼那边去拍。
下面是没下去的，我刚下面是没弄下去的。